五分没多少啊，好啦，先说了。哇！哎，小小你快没嘞。Something that Taiwanese people love to do is drinking. Drinking games.Andy 跑那么远了，一定要让他在台湾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三杯啤酒 ，Please， 加你五杯啤酒。今天不管你怎么样，我们的筹码就是我们的酒杯，就是我们的生命。Yes。All right, so I met these really interesting group of guys out here recently, and they're known to make these hilarious videos of themselves playing different games. And one of the games that they play is poker, actually.And there's a twist to it though. So instead of using chips, they use shot glasses filled with different types of alcohol. They're playing tonight and about to head over to see what that's all about. H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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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y,I just want to introduce three very good friends today. I'm going to be playing today with Johnny. He's a little bi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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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little bit of我是 Jason， 那这个喝酒就是一个老少咸宜，然后合家欢乐的游戏，大家可以在过年的时候玩。These are going to be our betting units today. So you gotta drink what you lose. So we have one Gaoliang, two whiskeys, four sojus, and 12 beers. Alcohol content for the whiskey is 48%, but.The Gaoliang is 58% of alcohol. Gaoliang 现在在台湾其实算是不错的，其实算不错的酒吧。然后有那种很多年，假如说放了40年，越久会越贵，越香越好喝。应该说它会喝起来很浓，但是很顺。Andy 跑那么远了，然后。又可能不是很常常待在台湾，一定要让他在台湾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我们最希望什么？最希望 Andy 可能以后国外你看到白酒，你就想到瞬间那个味道，我以前在台湾喝到那个高粱，哇，我有个聪明。不然你在这里吗？对。小爱，文文，对，文文，文文，小芒，小芒大吗？一杯。是一杯一杯吗？对，一杯一杯。好，我还以为会是一杯两杯耶。可以 straddle 吗？有谁要 straddle 吗？要 straddle 吗？先不要，先不要，我们就玩这样。我开始吃的时候，我就要真的，是吧？坐在楼上，楼上。你可以先找一下，等一下你要吐的路线。我思考一下。好，我佛好像懒惰懦夫。哎，让剑什么叫男子汉？来呀，你就笑。好啊，我们你就好。Race， 哦 ，Race 一个烧酒。丢啊！我觉得先让 Andy 处理小约翰好了。我佛牌，我牌。我这个，小安你骑虎难下啊！我就猛一波啊，对不对？好，小安，你看你表演。三个啤酒，三个啤酒，三个啤酒啊！小安，你扣确定吗？就是扣吗？对，扣。台大性的冠军呢，不能输，不能输啊！好，哇 ，Q， 我也 check。好，休卡，顺时钟休卡。可以的。
哎呦！哇哦！哦，蛮香的，蛮香的，哈哈哈哈哈！融合下去就很好的，哇，它老口味很好，哎，老，我觉得感觉好爽，哈哈哈哈哈！啊，小芒大麻，小芒大麻，对，小芒大麻一一的啤酒。我觉得小汉有给我一点信心，对，嗯。至少给我们派拉希，给我们点希望，有一种希望的感觉。两杯啤酒，好 ，race 到两杯啤酒。哎、欸，赢了就开始嚣张了。拉希，我代替 Andy 处理你，我 race 再加一杯烧酒。佛，好，那要把那个喝掉。好，各位好，请喝酒。所以你决定扣了。对。好，一杯威士忌。啊！我跟你聊威士忌，再加一杯烧酒。哦！哎，其实筹码没有很多，你可以慢慢玩。我很多、啊。好，跟了，我扣。好。我先 check， 那我加个两杯啤酒，两杯啤酒是不是？我 race 再大你两杯啤酒，好，可以哦，好，我订两杯啤酒，最丑的出现了。两杯啤酒，一杯烧酒。认真。我今天一定要让全部人都喝到高粱。你觉得怎么样？有点不太想玩。哎，疯了就喝全部哦，你还是要喝哦。来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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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我跟。哇哇！哇，小哈，对不起，我就六杯。你这还可以跟到后面，我真唬人。加油！想要让 Andy 见识一下你的速度，你说吐的速度。These guys got advantage on me though. They're these guys are about 10 years younger than me. So, 可是我们的肝比较好，我们的肝应该跟40岁差不多了。我整个热情，这里先 race， 三个啤酒，先撤了，兄弟们，好，我也撤了，来，请喝酒，你们都撤了，对，我们都撤了，至少先开了公牌了，对不对？我想没开出开出来什么都不一定啊。Johnny Boy， 去，两个数据。我包。四项四项哦，还好还好没有被告。哦。哇，你的 joke 哇，直接被 bluff。 一杯啤酒，这是跟了啦，一杯啤酒，这个 OK OK Family game， peace 一点， peace peace, peace. 哇，这个两杯啤酒，我扣，不要一直疯了，人类啊，扣我疯了，啤酒而已 ，check， 连你全都不 check， 血哦。
你来了，我再加一个。Fritz 的 whisky。一杯啤酒，跟一杯。check 应该要 raise 还是是？哎，话说，我帮你 raise， 三杯啤酒，跟三杯啤酒，轮了啦。我有点穷哎，就是风光不在，没得可以再买啊。赚不大的啊，赚了啊，富贵险中求，表情一定好，靠！哇，我都跟，都跟。一杯威士忌。你比原本要 race， 所以你是不是牌不错？管不管啊，跟啊！放我！你那么穷，莎士比亚有一句话，他说 "To be or not to be, this is a question." 所以意思就是要跟不跟，这是一个问题。好了，我 race 好了 ，race 一个 whisky 加一个烧酒好了。哇！哈哈哈哈哈！坐的啦。因为你有在后面，是我开，要不然我跑。哦，你这个速度，对啊，我看你很会喝，那你帮我喝这杯。我有这个自己下的，我都被你这吓跑了，我被你这吓跑了。哇他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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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觉得高粱就可以吓到我是不是？身为 Andy 就要冲上去啊！我也想变大 Andy， 大 Andy 就 race 他。你剩多少啊？你剩多少？我剩没多少啊。好啦，先说了。哇！小翔，你快没嘞、欸！对啊。要不要 all in？ all in 了吧？加一杯烧酒。哼，我先喝。啊，看你很无聊，陪你聊。哦，再加一杯烧酒。啊，你剩多少？有一杯。高粱，一杯威士忌，一杯啤酒，就让你留着一个高粱。我跟，我可以在家，不行？可以啊，可以，可以在家。好，那就跟啊。All in， 啥都没，啥都没有。好，我们 JQ。对，七九 two pair two pair， 它其实算比较大，好。就开始喝了，先喝吧。哇，搞不好会反败哦。哇，水。哎，第一个出局居然是小约翰，我。哇。人不该冲动的，人不该冲动的。
我想要自己直接掰。对，哎，小汉，可以不掰吗？我觉得不行哦。哎 ，Andy 难得来，然后你就要直接叫东西吧。来，你要说 chips。没有啊，你要的不是 cheers 啊，这不是吗？高亮，高亮，Please 高亮 one more，Thank you。来，小汉，浓郁的高粱。哦，好香哦！筹码还没上来，怎么死？哇！哦，哎。欸，你的高粱跟烧酒还分得出来？用闻的、啊欸。哦，对，用闻的。用杯子的样子。哦，吃高粱。哦，一杯啤酒 ，check。嗯，两杯啤酒。哎，等一下，他先。哦、，sorry。他是 smoke wine。两杯啤酒。哦、Mandy 有点嗨喽。好。哇，啤酒而已。哦。不可能有什么牌子啦，半盒。哎，陈料，这什么毛？这好毛啊！你来不及了，吞下去了。好恶心啊！三杯啤酒。UTG 的 Race。Yes, Race。我觉得他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他一定不知道他自己在讲什么。哦。Race， 加你五杯啤酒。哇！我相信你等一下会再 Race 回去啊。先说。还有上的。八杯啤酒的时候，你要扣还是你要 Race？扣就好。好。聪明聪明。五杯啤酒。对。不是你要升级一下。只是啤酒而已，只是啤酒。还给你住，还给你住。啤酒打挂。而且他应该也没什么，场上他不会有什么牌啊。啊，五杯啤酒。再瑞士上去。啊啊。你要 race 哦？啊耶！一杯 whisky 加一个烧酒。哇！ whisky 加一个烧酒。什么东西？加一个 whisky 加一个烧酒。对，这样。哇！十包蛋。有点臭，好恐怖，这有恐怖。哦哦。我不信，我再 race。哇！哇塞！我的妈！两杯烧酒，一杯高粱，然后八杯啤酒，没有啦，没有上了啦，扣了扣了，扣包，先录音先修卡，先录音先修卡，修卡，等，我还要放那个对不对？要唱，要不要唱？输了也要赢的那个 honor。不行！哈哈哈哈哈！对呀，三六三六，再一点，再一点，够了啊！掐，我觉得不行，我还有机会赢啊！还有机会赢啊！你是什么牌？我太危险。其实你是领先的，对，但是他如果直接一个 AK， 我就狙了。有人想看后面吗？好，来啊，来啊！好，行，这样子随便问，我不知道你会真的带，怎么这么好？
前面在冲 Pro 已经冲很前面了，真的我已经冲另外一段了。来了，大Andy交给我来处理。你们两个很久没喝了。Oh my god！Call，Race，三个啤酒。你选了三个啤酒。Call。一个烧酒，一个啤酒。哦，一个烧酒，一个啤酒。好吧，我扣。扣。两杯烧酒。哇！我扣。应该不是买花吧？应该也没有六顺，应该没有顺，顺在我这，我拿顺。啊，都给你啦！一杯高粱，哇，就一杯。说我没有花，花在你那边你抽。对，我有花又有顺，花又有顺，他有提议，我没有提议。我是没有牌，但是我现在考虑用 K 抓你，可以来抓你。我是，看你没有，没有哎，不行，怕那么大，很想要抓，不行，反正在一杯高粱也还好啦。等一下，我刚刚才是这个买的，你要我靠吗？你要我靠我就靠我，扣吧扣吧，你要我靠扣，真有牌吗？哎，你如果把高粱喝了，我休卡。那算了，哪几个可以？从 Andy 手上赢到这么多杯子，Andy 现在还可以吗？可以，没事，因为还没有喝到高粱。三个啤酒，有三个，一定要的，一定要的，要进来就要加，有点感觉哦，扣扣扣，扣扣扣，嗯，我包包包，内容是不是？四个啤酒，四个，这是 whisky， 这是 whisky， 差一点，随便来 whisky 也可以，你们已经放进去了，所以就是哎呦，没错，对。好，我撤退。被Andy逃过一劫，看一张，我们被唬了。哎，你又不知道他另外一张是什么？光是就是另外一张 Q 而已啊。那也是输啊，很大，血超多的。等下他就是三杯这样，就看踩死。看你现在服装是垃圾，你也可以。还有忘记耶。Check，check 啊！有人在等我，please。别烧掉！非常果断，撑不下去。现在太和平了，我要加点进度。所以要 straddle 吗？可以一圈啊，那么摔了一圈，大家 straddle 啊，然后再放，再放，对对对对对，就玩玩看 ，straddling one round。
Finally got this guy to sell. 来，好好好 ，check。一杯烧酒，什么口味的？草莓。瑞士个草莓烧酒，葡萄烧酒。扣扣，两杯烧酒，喝了，好。两杯烧酒，一杯威士忌。我没有烧酒。你没烧酒？那你有什么？我两杯威士忌怎么样？那就两杯威士忌啊。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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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吗？来啊，有吗？来啊，反正我已经很穷了，我不差这一点了。有啊，来啊。我用卡，我用卡。我以为他是后面可能再补一张进来。嗯，什么？你这只有一张牌哎！你怎么没有讲？因为我想说，因为我刚讲了一下，然后反正没有人理我，就，对，这正常吗？你一张牌赢了，你一张牌赢了，对，一张牌赢了，直接说完了，你一张牌赢，两张牌赢，对，啊！要死掉！什么？所以 Straddle。我是button位，我可以就是变成你第一个动作。可是我可以在哦，所以 straddle 只能一个，你因为你可以在 double straddle， 是的，你可以就四杯，可是就是你不能看牌就直接四杯。我现在就要放四杯，对，你现在就要放四杯，对，还可以再 triple straddle， 夸张 straddle， 骗他 straddle， 哎，好，我们先放住，好，你决定要 triple straddle 吗？你先不要，好。完了，你现在在 Andy 的形象里面就是 pussy， 对。好。要扣就是扣四杯。对。就是四杯而已。四杯对 Andy 来说也是小意思，来杯烧酒。哼。我已经听到 Andy 那个叹息的声音了，我觉得这一把有机会。你主要是演的，我主要是演的，没有哎，是不是？好。哎，我觉得今天这个画面真的超珍贵。你在哪里可以看到 Andy 打牌，然后还可以一直讲话？然后一直喝酒，对。好。哎、欸，小汉，啊，只是我们两家，哎，只要 peace 一点，我们应该 peace 一点吧？好 ，whisky 一杯。不是，我们枪口要一致向外，不是吗？你有 whisky 吗？我没有 whisky。好，对不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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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两杯烧酒。你是不是瞧不起我？你是不是瞧不起我？我没有 whisky。来，两杯啦。扣。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请打开下方资讯栏链接，一起来投稿吧。学一下 Andy， 三杯啤酒。等你喝杯啤酒。很扣。我剩五杯啤酒，三杯烧酒。哎、欸，没有、哦，一杯高粱。一杯高粱，我就赌你一杯高粱就好了。All in。你要再补两杯烧酒，五杯啤酒。哦，扣了，他扣了，你扣了，先欧耶，先修卡。好，十 K two pair， two pair。好好好，
你厉害，你厉害，我已经吐杯在我手里。哇！啊想要这边我说一下哦，运气。哎，你不要往 Andy 那边吐哦。我就会就是像这样子在吐。我就会这样子。我觉得我只要撑过高粱这个，这剩下的就 safe。撑过这个。哦，好眼镜。加油啊，试试看。不行了，不行了！哦，回来了，回来了！哇！我站在旁边一下。臭臭！哎，你弄到 Andy 直接躲超远。可以吗？可以吗？不至于啊，都是有点信心，好不好？你确定？太夸张，太夸张！夏利的，我觉得你听起来蛮帅的。好，这里先。三杯啤酒。嗯，走。扣。好 ，check。一杯烧酒，一杯烧酒，没那么多。你还没有打的时候，我已经打算要 raise 你，但是你打一杯烧酒不可能。我要 raise， 三杯烧酒，我确认一下。嗯，太多了吧？那我烧酒太多了，用不完啊。我在热好，喝酒。好啦，我觉得你 flow 的不错。没有牌。哦，还好没有 race。我想换 whisky。OK， 我想要让 Andy 喝 whisky。好，想喝几杯？老板来个两杯。所以你喝四杯。Andy 就一杯而已。那我也要换吗？没关系，我要换 whisky 了。你也想换 whisky？ 哇 ！Yeah。因为你烧酒多就不了解哇，啤酒这么多，哎，可是 Andy 要换的话，他要用几杯啤酒换？八杯啤酒吗？八个啤酒是一个 whisky 是？对，八杯啤酒。好，八个就八个。哇 ，Andy， 可是我们换的话要把它喝掉。嗯，换要喝啊？对啊，换要喝。好，先不用换，好，先不用换。那 Andy 我直接给他，可以，好，来者是客，来者是客，给他，没问题啊。大 Andy 要让小 Andy， 大 Andy 让小 Andy。这是不是高粱？我怎么会有高粱味？应该是小鸳鸯喝的没有喝干净。老板来两杯。OK。I'm changing four beers for one whiskey, one extra whiskey, so I can do some damage to this guy right here. 来吧，我大王，对不对？对，好。所以你们要玩崩帕吗？现在？哎，崩帕可以。所以我们现在规则就是一个人发三张，然后我们可以选两张要的，一张不要的我们丢掉。对，然后我们这把是崩帕，就是每直接 flop。对，直接多压三杯啤酒出去，然后直接看翻盘。对 okay, 好可以选牌，很刺激耶。我不是选牌，可以选牌，他会发给你三张，你可以选一张不要丢掉。来看看我的，哇哦，哎，会发、啊，太可惜了，三张都。可以三张都丢掉吗？不可以。求你。这是什么鬼、啊？
啊，这个不错不错，你发得很好。不要看大家都没什么牌哦。一个 whisky， 一个 whisky， race 再大一杯高粱。哈，高粱吗？嗯，对，没错。对啊。好了，喝了。感觉你的表情很怪怪的哦，我感觉你怪怪的，怎么会那么快的 race？ 我好像在演，我在演戏，你在演，我在演戏。怎么会？六六六？你在说你有六还是四吗？还是你只有一对吗？对，一个高粱，好控，好。小心点啊！我已经靠了一个高粱了，我一天追靠下去了。可令他了，可令他，是吗？你没牌吧？真的吗？你有那么多，交给你了，我不行了。你是说该出手了，我觉得。对啊，你刚不出手，你要有 Charlie 的压力给他。你刚骂我怂吗？你不够，你也是怂。没有，不行，没有。我现在是担心 Andy 的身体。Andy 会担心身体吗？我不会，不会，还没有合照，所以就是对。所以我们不能对 Andy 太好，对对对吧 ？All in。十二杯啤酒，你是中了一个酒吧？为什么？在抽然后就打到酒，踩一下，看一下心脏的这个的，真的吗？我每次都输给你，哇哇！我还是什么还是觉得我的心里是说你没有牌，但是我就是 K high 而已，又是 K high， 想抓你。为什么 flop check？ 然后啊，随便靠了靠了。哇！靠了！哇！两个红色姐，哇！先喝。我建议的话，先喝啤酒，就是那个淡的先。再喝威士忌，最后喝这珍贵的烧酒，哇！我当我说我是用拿 K high 抓你，是不是？我很放心，直接开心开心。还有没有刺？我也担心会不会你有口袋 pair 之类的。我靠，口袋 pair。没有啊，只是因为已经跟了一个高粱，我想说、啊、算了。我觉得这是派大星历史的一刻，辉煌的一刻。你以后可以拿给你的小孩学。我要跟我小孩子讲，对，我赢过 Andy 的，这样就那一次而已，配上你那个衣服超配的。台湾 beer， 这件衣服也不会再穿了。马上，你要直接烧掉。台湾 beer， 哎，我没有给小费哦，我那么大的派。哎，对。哇！这是帅了吗？哇！跟住，哇塞！OK， 这边很暖，很骚，感觉怎么样？其实不错哎，没错，有点蛮很香的。有没有想喝第二杯啊？我们今天就是历史性的一刻，第一个是我们把 Andy 的潜能逼出来，然后再来是我们居然能把 Andy clean 掉啊！可是我觉得 Andy 真的很难得可以来。嗯，我觉得我们要敬他一杯。谢谢大家，谢谢，谢谢介绍那个高粱给我。确实，谢谢。All right, they got me. What can I say? These guys can drink way more than me. This guy is still drinking, voluntarily drinking in front of me. We're gonna play a new style of poker. So we're gonna all get one card preflop, normal betting rounds, and then on the turn.
we're going to get our second card and then normal betting round. And on the river, same thing, we can bet again. So the special thing is we don't get to see our second card until the turn. So it should be interesting. 大家都忙住都先一杯。就 bomb pot, 对 okay, 一样。就那我们压两杯嘛。两杯。啊两杯 ,Andy 说两杯。两杯。两杯可以弄个。起来了。哦。然后所以这里先决定只有一张。很好，很好，我也很好，很好，很好。两张杯，小杨你赚了。烧酒靠，两杯烧酒靠，两杯烧酒靠。我可以 raise 吗？可以。我尽量不要 raise， 我没什么东西。两杯烧酒，三杯啤酒，再加一杯 whisky。欸，我是输定了啊！你还没看第二张牌啊？你还有没有第二张？怎么输定了？但是我要以胆量取胜。哇，真的假的啊？死长嘴巴讲出来怪怪的哦。三杯啤酒，一杯威士忌是吧？对，好，来上。我都不知道我是三杯啤酒，然后一杯威士忌这样子。就是对一个威士忌，然后三杯啤酒。我可以直接 all in 吗？好，可以，可以，可以 all in， all in， all in。我扣，我扣，我扣，扣一。我们这个叫做 all you can eat。他，你一定扣吗 ？All you can， 知道吗？不是啊，我的牌太好了，我就是我的牌也真的太好。然后他一直整天就是一直在要，我的牌超烂的，对啊，我烂到不。你 all in， 小安 all in 了吧？一张而已，你还有第二张吗？我就直接 all 我剩下的，我上面有三杯 whiskey 啊，可以，可以，可以，大家就扣，够，够。又不是你喝。你们给我够够够！你这样划算好不好？对啊，人家凹的比你多呢。哎，我真的不是乱喊，我真的不是乱喊。好吧，所以大家修卡对不对？对，先凹一先修卡，等一下有顺序，这里先。我靠 ！Ace， 三五我就 King。就没有出第二层啊！来 ，two， 我们太 ，you say 你还有的，好，好，三三三三三呐，没有任何，啊，不行不行不行，三三三二二二 ，two， 哦。哦，就这么慢吗 ？ZQ Z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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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Q， 哎，哇哇哇哇！哎哎哎哎哎！你好多了，哦。哎，这样我还有机会吗？哎，红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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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吗？红心就好玩了，红心就好玩了，红心就好玩了。要不要咪牌呢？给先给镜头看一下。啊！I don't know how every time. Every time I call for the hand, the card comes. 所以现在 Andy 强就强在他随便喊，随便喊，随便赢，他就可以到，对不对？只要先喝，姐姐。厉害，厉害，厉害！两张 A 吧。可以，对不对哦？我真的很讨厌高粱。赌酒不赌钱，有一个好处，就是今天你不管你今天再怎么富有。你今天就算是马云，你就算是郭台铭，你站在这个牌桌，我们就是平起平坐，我们比的就是酒量，我们酒量就是这样。今天不管你怎么样，我们的筹码就是我们的酒量，就是我们的生命。Yes， 我记得那个你要顶对，我说 chop， 你说啊 chop chop chop， 想想你可以的，忍住，忍住啊，忍住！我明明想忍住啊，结果我现在忍住了，我好像不忍不行了。手机把 Andy 拉黑。我喝酒杯了，我还在喝十杯。没教到喝酒吧？有，我学会了，学会了，真的好，谢 Andy。谢谢 Andy 老师。七日啊，还有三杯。哎，等一下。
高粱。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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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哇，你是公正的，两个烧酒一个威士忌，对。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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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恶心哦！你好恶哦！上去回来还是一样的。就比你那好，就比你那好。喝完。等一下，你干嘛？你干嘛？我有点恐怖。